你们一会儿想看这种正常全景的呢，还是想看这种？给你们看呀，还是想看追踪的呀？大家想看哪种啊？还是想看追踪的？正常的吧。点时间哦，追踪经常只能看到脸，对，他是以眼睛对焦。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但是他只有这一种选择，他是对焦到眼睛。我觉得他不用对焦到眼睛，我觉得他对焦到就是正面，是吧？就是比如说肚脐眼，但不一定每个肚脐眼都能露上。哎，肚脐眼不一定都能露着，就是那还能对到哪哈？锁骨、脖子、胸口、前……哎，我感觉我胳膊比我胸口这黑好多呀，是吧？就是手臂。感谢港湾哥，谢谢力哥，感谢李着迷哥哥。那样的话，他就不会就伸缩那么大了。笑死了，刚刚想除了眼睛还 OK 对焦的哪，刚刚突然想起来个肚脐眼儿。但是不会每件衣服都能露到肚脐眼儿。还有三分钟，一会儿我们就要开始本麦表演哦。感谢巴莎，谢谢巴莎的小心心。下午好呀，家人们。眼睛无神像瞎了，跟那有什么关系吗？说的是人像追踪，跟瞎子有什么关系？你都没有搞明白它的原理。感谢744哥的小心心，谢谢关注，欢迎追梦人哥哥，欢迎大家，欢迎走进猴直播间。谢谢港湾哥，来给大家发个福袋啊，左上角朋友们可以抢抢福袋。左上角朋友们可以抢抢福袋，欢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每位好朋友。还有一点时间了，我们一会儿马上快到了，还有一分多钟。感谢我们乐哥的大红包，比心。记得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哟，家人们，如果有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小心心、大啤酒、小礼物可以走一走，好吧？谢我们乐哥的大包包，肉肉馅的大包包。吃包子了，欢迎大家。
进我们抖来跳舞的这个官方频道，然后我是五仙火爆猴，然后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五仙火爆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然后曾经获得过全国舞蹈大赛金奖和花呗金奖，然后喜欢猴舞蹈啊，然后家人们都可以点点猴猴的关注，古典舞呀，民族舞，现代舞等等等等，每天不同风格不同主题，那多的我就不说了，然后我们第一支舞蹈来喽，宫廷上咱们可以掌声走起，左上角大家可以抢抢福袋哈，来喽，掌声在哪里？
好看吗，家人们？感谢我们乐哥，家人们喜欢的朋友们，公屏上的们可以掌声走一波，欢迎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每位好朋友。大家喜欢看舞蹈的朋友可以点点猴的关注哈，喜欢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哎，我都喘不上气儿来了。来，我们下一支舞蹈来了。今天我们轮麦的主题是扇舞丹青，然后下面一支舞蹈我们是一支扇子舞送给大家，有点喘哦，大家多担待。
笑吧，大哥，好漂亮呀！妈呀，怎么有这么好看的特效呀？感谢我们的哥比心，谢我们卡哥哥，感谢阿卡哥，下午好，谢我们北冰洋哥，谢我们每位好朋友。哎，我这会儿说话已经有点不利索了，我主要我中午刚吃完饭，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给大家跳下一支舞蹈。喜欢的朋友记得点点猴的关注，主播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然后每天都是不同风格不同主题。来，累死我了。来，我为什君生，
我还叫花蝶去寻花，花蝶去寻花，夜夜也起芳草。说声我完全不会，怕什么机遇幸会，只愿天长地久，与我一众人儿情相随。跳的那个有点走心了，感谢小熊，谢谢谢仔仔，感谢仔仔的爱的信物，下午好，感谢我们祥云哥哥，大家下午好呀，把我头发扎一下哈，镜头伸缩的，那不就是人像追踪吗？那个其实对舞蹈来说不是很好，就是它会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像我现在的胳膊是吧，比如说这样，我现在这正面没事，但是我这样跳的胳膊你看都看不见了，它会遮盖你的舞蹈动作，可开可不开。我要把头发扎一下，我头发跳的有点太乱了。他们可以想想一会儿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喜欢的。不敢有这人去，这样说人家一会儿会生气的。色人人醉，悄悄问声色。得靠摄影追踪，就是如果你想要那种追踪效果的话，最好是有一个摄影师在。如果他这个是在我刚刚用的那个自动追踪，他自动追踪锁定的就是人的眼睛，在你看到人眼睛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画面；看不到人眼睛的时候，它就会一个放大那样子，就是可开也可不开，追踪屏会显得很晕。对，是。确实是这样子。我打个比方啊，像我有时候穿一些那种，就是比如说旗袍的那种，然后舞蹈也比较轻柔，然后就是稍微可以缓一下，然后划划水那种，就是都是家人，我不怕跟你们说啊，就是可以稍微就是跳一些轻柔的那种时，你可以开一些那个这个追踪，然后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如果说像我刚刚就是做一些动作比较大的节奏比较快的，其实可能观众看的时间久了会觉得有点晕，真的就他眼就是他的一直在伸缩镜头。我扎头发，
我先稍微小休息一下，好吧？今天赶的这个点儿，就是不是特别的那个啥，吃了饭播的，吃了中午饭播的，我一般都不吃饭播。一般不吃饭，因为吃了饭之后跳舞就会有点儿不太舒服。感谢关注我，今天工作了，好的好的 ，MY 哥哥，乐哥一会儿有啥想听的，跟猴说哈。北冰洋哥哥仔仔，桑一哥，谢谢一毛钱的。好的好的，书本哥辛苦啦辛苦啦。对，一般我中午就是中午下午播的话，像我之前播都是中午不吃饭，因为跳舞啊是属于剧烈运动，它可能跟别的不太一样，尤其这种专业舞蹈就是吃完饭跳舞有点不太舒服，胃不太舒服。你看我头发清洗的，出汗出的，这都是汗。感谢关注，谢谢安妮找你哥哥。不饿吗？就是你饿的那种难受一点，可能会比你就吃饱了之后再跳那种难受要轻得多，明白吧？主要是我看今天这个点儿，它不太适合那个啥，我四点，不是四点，迷糊了，那个2:45轮完麦是吧？然后我再播一会儿，然后那我要再吃饭的话，再吃中午饭，3点钟吃饭，吃完饭4点了，那也太晚了，我一看我今天就提前吃点儿了。感谢小文静，歇一下，休息一下，缺氧了都。脑子都不好使了，这会儿。刚我跳这3支舞，你们喜欢哪个呀？我以前跳的《问情》很好看，你唱来以后还可以再跳呢。唱来以后还可以再跳。感谢安利着迷哥哥的小心心。喜欢女儿情，这个女儿情这个版的跟可能大家以前听过的不太一样，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版的怎么说呢，我感觉还挺特别的，就是于毅和谁唱的，和雷佳唱的，是那个跨界歌王里面的一个版的。感谢力哥，歇一会儿，我都有点耳鸣。对，因为以前大家听过的那个版的蛮多的，就是正常版的。这个版的，我觉得，尤其是男女对唱的人，给我感觉会有一种就是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那种，是吧？就是那种感觉。玉帝哥哥，这个更好是吧？我觉得也是。这个于毅上回我还给大家跳了一个，就是那个君生无畏生，无生君已老，
然后他这个好像是两首歌合到一起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开会了，好的，拜拜哟，晚上见，晚上再给你们。对，晚上还会跳舞的，晚上是10:40-45左右吧，直播。日与君好，对，我觉得还挺浪漫的这个词，你们觉得吗？很浪漫的词。云生我为生，剑舞都好看，还有更多好看的，以后常来，是吧？或者大家有看到什么好听的呀，好看的，就是什么风格的也可以，就比如说打个比方，你说猴猴想看民国的那种大上海的那种感觉，那也可以，就是你们可以不光说舞种可以跟我提，就是某一种风格，那我也有跳过那种就是大上海的那种，也上海滩那种类型的。感谢谢谢用户191夜来香，对，就是这种主题性的。其实我之前有弄好多那种类型的主题，还有一个戏曲类型的，就是真的有那个就是像花旦的那种造型，但是得看大家喜不喜欢看，因为那种有时候我弄了半天，我之前试过啊，播过几回，然后收拾了半天，弄头发弄了一个小时。你说说这事儿怎么的？感谢191的小星星，我们有小星星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小星星沾沾榜哦，朋友们，咱们可以助力一下猴头顶上的新的任务。还有那个那叫什么天竺少女里面的那个，感谢你着迷哥哥的小星星。仔仔哥有没有什么想听的喜欢的曲子，或者想看别的风格的？好吧，没有你喜欢的。感谢矮色哥加团，谢谢加团。歇一会儿，然后再给你们唱下一波的舞蹈。感谢我们天河哥的小星星，谢谢方仔点赞，我们一起点点赞哦，家人们，咱们一起抽抽屏，点点，一起点一点。再看呀、啊，你要想点，你跟猴猴说哈，别客气。哎，我认识的好友都没有几个下午开播的吗？马爷。感谢体育哥哥，谢谢盛哥的灯牌，感谢老蔡哥哥。好、啊，今天都是优秀主播，哎，你好。你好，我们虎豹猴，你好。才艺吗？
好，采菊吧。行，好的。闭麦了。嗯，好，好。噔噔噔噔噔噔，拜拜了。好的，拜拜，仔仔哥。舞跳的好，喜欢看我的，谢谢。喜欢欢迎常来，也可以加个猴猴的粉丝团呢。可以加个我的团团，火猴猴的团。我们可以站站榜哟，朋友们，先一会儿喘口气，一会儿再给大家跳下一波的舞蹈。我以前早期的时候，就我刚刚直播的时候，也有这个点播过。我记得那会儿太难播了，真的是。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太难播了，然后就早上起来开始播，然后一会儿播到下午，然后晚上又播。感谢我们祥云哥哥，感谢我们祥云哥的财运滚滚，送给猴猴桃运滚滚，送给祥云哥哥财运滚滚，感谢老汉哥，谢谢暗里着迷，感谢老蔡哥哥，谢谢高乐，欢迎盛华哥，下午好呀，家人们下午好。喜欢看舞蹈的朋友们都可以点点猴猴的关注哈，朋友们，没加团的朋友们可以加加猴的粉丝团。我们有小心心大啤酒的朋友，咱们可以站站榜哟，朋友们，感谢谢谢抖音，谢谢老汉。这啥呀？这个人是什么机器人吗？这个？哪来的？一起震震榜啦，朋友们！我们有小清新大啤酒的朋友，咱们一起震震榜。喜欢好舞蹈的朋友，咱们能助力的朋友，我们一起助力一下啦。不知道哪来的机器人啊？谁弄的？感谢你着迷哥哥。谢谢根叔的灯牌，谢我们暗里张咪哥哥的亲吻语，不对不对，小心心语，完了，真的脑子不太好使了，这会儿，就脑子感觉跳完舞之后变傻傻了，就跳舞累的变成傻傻了，傻宝宝，傻猴猴。智障猴，一起助力一下哟，朋友们！一会儿我们得一起收收塔，他们家挺喜欢偷塔的。感谢我们暗里着迷哥哥的亲吻，谢谢暗里着迷哥哥。感谢丁香，谢谢丁香的小心心语，我们一起众筹一下哦，朋友们，咱们现在暂时落后，能助力的朋友可以一起助力一下哦。感谢熊猫，谢谢熊猫的大啤酒，还有30秒钟啊，咱们一会儿一起说说塔，应该对面应该是会偷塔，应该是。感谢谢用户410的小心心，谢谢谢发光。最后10秒钟哦，朋友们，感谢我们老蔡哥哥，谢我们老蔡哥哥的怦然心动，感谢小熊，谢谢小熊，小熊的星星雨，说他啦！恭喜我们老蔡哥哥升级啦！
感谢老蔡哥哥，谢谢老蔡哥，感谢我们祥云哥，谢谢暗里着迷哥哥，感谢小熊，谢谢丁香，感谢用户410，谢谢用户380哥哥，感谢抖音，谢慧，感谢熊猫，谢谢我们助力的每位家人们，公屏上我们走一波，拿下。Hello 呀，我弹一个左手指月怎么样？好，可以可以。左手指月。这是藏族的服饰，是不是？对。曲子好高，嗯，弹的也还挺累的，唱的累，弹的也累。好的，那我撤了，那走了，嗯，好好，一路长虹，玩的开心。感谢灯牌，哎，你们也能听出来啊？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也没法说，这个有时候它也不是以弹表演好坏，然后来定夺播的好坏。之前我也有连线过，比如说有的，有弹钢琴的，然后也有弹古筝的，就是我这种业余的，我都不懂得五线谱的人，就是可能也能听出来，因为有一些曲子你是听过的，比如说我跳，我打个比方《十面埋伏》，或者是你像钢琴曲的话，那个什么《梦中的婚礼》呀，什么这种，你是听过的，那感觉，好像不太一样。是吧，其实跳舞也是不是会以就是跳舞好坏，那你说也有很多就是不是专业的业余的，或者是就是学过几年，比如说小时候在少年宫啊学过，但并不影响直播，就是每个人喜欢看的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看的就是这个女孩子行，是这个形象是我喜欢的类型。不一样，开心就好。我们跳个舞吧，你们有没有啥想点的呀？
有什么喜欢的？哥哥，祥云哥哥，祥云哥有没有什么想讲？我跳一支。看过我的表演就知道业余还是专业，但是我说真的，我说真的，其实真的不是每一个，当然就是。就咱们家这些就是特别能够欣赏专业的这种就是还是挺少的，在整个抖音里面来说还是蛮少的。其实也有过，你看我这个粉丝数其实有100多万是吧，就是其实你说这里头有真正说可能来过我直播间的也应该蛮多的，但是他可能还是会就是说去看了找到了他觉得待的舒适的一个，这个咱没办法说是吧，就是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每个人可能想看的点不一样。你们可能想看的点就是，哎，我可能就是比较喜欢艺术相关的，就专业艺术。包括你看，咱们家不是也有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们乐哥也是，就是可能就即使在平时，可能也是挺喜欢到一些剧院啊，然后去看一看，是吧？好看的这个演出表演这样子。谢谢380哥哥，喜欢娱乐的，对，就是喜欢什么类的都有，反正跳个舞啊，跳个舞，你们不点吗？你们不点吗？其实有一些，其实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啊，就是如果你们有时间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有特殊的机会，然后其实可以去看一看，去剧院里面去看一看舞剧，像我以前。在团里面的时候也是到处去巡演，然后就是演舞剧跳舞剧。其实舞剧好的舞剧的话还是会挺给人感染的，如果你喜欢艺术的话还是挺会给人感染的，甚至说我可能会包括舞剧啊或者说音乐相关的也是，就是可能这样跟大家说嘛，看到特别好看的或者特别好听特别感染到我的可能会莫名其妙的就是流泪有点好就是莫名其妙起鸡皮疙瘩然后流泪，就是这可能就是精神方面的一个是吧，一个享受吧又有毛病了。跳个舞啊，跳个舞，你们不点那我看着来了，跳一支，一会儿我下了，我今天吃完中午饭来跳舞有点儿没精神但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晚上来，然后再精神抖擞。赵哥，感谢关注，跳个跳个跳个这个吧，下哦，感谢关注。噔噔噔噔噔噔。跳个轻柔一点的啊。
I cast my spell on you across these waters. I'm a shipwreck on the rocks, drawing you close, captivated by the melody I sing. Lightning bolt behind no one, away, fly the waves like Aladdin, honey. Hey, crashing down, can you feel my love? It's my love, I got you, I'm trying to find my friend. 好好看啊，这个地上飞仙，这个好适合整个敦煌的装扮，是不是？感谢文的歌，谢文的歌，一首来自林海的木莲送给大家，比较轻柔的一支，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谢文的歌，谢文的歌的地上飞仙，应该是天外飞仙。感谢常人哥，家人们喜欢吗？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点点猴猴的关注，还有我个人还挺喜欢就是这种类型的，或者是这种柔一些的，或者是震撼一些的这种纯音乐。那家人们没有什么想点的话，一会儿我可就下播了，然后晚上再和你们见面了，休息一下，养养精神，晚上再和大家见面了。感谢老汉哥哥，这几个新出的礼物都挺好看，是你喜欢的风格也是我喜欢的，我就之前都没见过，就是今天乐哥带红红见了一下，尤其刚刚这个好好看呀，这个绝了，好美呀，好仙。晚上见呢。乐哥你要不要再点一个呀，点有没有你想点或者别的风格的也可以。感谢常人哥的花花，你们要不点我一会儿就下播了，我吃完中午饭，我有点累。那晚上见了哟。上班呢，手下看手机，看直播非吵了不可，没谁吵你我揍他。谁吵你我那些小猴仔我挠他，怎么样？你挠他，辛苦了乐哥，那上班还来看猴猴，摸摸鱼没事儿，是不是？那我准备下了哟，朋友们，大家那个什么，你们不点我就下播了，然后咱们晚上再见，好吧？晚上还是老时间，10:45直播，好吧？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常来。拜拜，拜拜，辛苦啦！午安，午安，家人们，午安，晚上见。